练进鞋子，就这样都冲过去，然后再冲回来就对了。因为那时候体育场没有开，然后他这样绕一圈就是1.8K。嗯，所以有的时候跑天跑的时候也是还蛮方便的、嗯，就是因为水就放在这边那裡。那夏天会不会很晒啊？夏天蛮热的，所以就变要更早，就要很早就要出发就對。像如果早上跑的话，可能在四点半的话就要开始，然后傍晚的时候也蛮热的。嗯，你们长距离都在这边跑吗？所以其实就是，如果说在比赛之前的话，嗯、然后这边会比较方便。像头前溪、交大、十八尖山，你们会去那边跑？会，头前溪也会。所以有时候长距离其实会在头前溪那边跑，就对。嗯、所以那边有一个新竹的路跑圣地啊、嗯，对啊，我们小黄也是头前溪女王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哈，都常常都会在那边练。其实大家都还蛮常在那边练。所以今天是要跑什么呢？今天就是要我跑那个健速24K，大概是15420这样开始。哦，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健速是我很不会跑的，嗯，因为我个人对配速蛮差的。哦，那今天会有人帮你配速吗？有，今天有那个交大 99的朋友们，他们会来好好的一起大家共享胜局。很多二四级的高手啊。对，所以就我可以跟着有没有哈？嗯，团长这次也是帮我们雷里莎破风。哦。对。最后是要夹到多少啊？三五级、嗯，三五左右应该就会先停。因为我之前是车祸，所以左边的那个髋骨那边就是有骨裂。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在右腿，因为我觉得代偿的蛮严重的，对，所以右边臀部一直都没有好过，就对。所以台北马其实我当时要跑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蛮没信心，觉得可以。跑比较保守。对，就觉得我可能会跑不完，因为在比赛之前的话，大概最长距离跑到26K 了，所以就是先试看看，对吧？等于就是现在的课表，因为跑完台北马之后。会拉到太长了，之前大家都半马，然后到这前两个礼拜开始可能就24K左右。对，我拉到355的话，也就是246、247的配速了。所以强度也是不低呢。这是教练说的，教练说的对，那我们就是尽力完成，对不对？没有完成的话，有很多原因啊，对不对？天后不佳啦，昨晚没睡好。对，小孩吵闹啊，这是你了解的啊，陪小孩玩太晚之类的，对。有没有很有弹性？对，刚看起来应该只有8-9步，等下可能先热身一下，因为我个人是很怕。大鱼，哎，走，你今天也要跑吗？没有，我今天帮忙补给。所以补给的话就是补水啊，或者是拿衣服、欸。会泡那种 BCA 或是哦 OK 那一些，对，就是他，所以他跑也不会停嘛，就直接你就递水给他而已。对，没有停，今天跑健速这样。嗯，那今天为什么会选这边？因为这边很平啊，最少那些必要的那种。哦，其他因子什么坡度啊，或者什么，不过有顺逆风还不错，就变，你知道新竹人就是要变风，对。哦，对。我们的补给通常就是放在那个路边，对，他就直接拿了，因为有点跟补给桌的感觉差不多。嗯，高度其实会低一些，会低一些，会低一些。嗯。跑一圈够吗？跑一圈够吗？不太够。等一下外套先穿着了，还是先穿着跑？你今天没带那个运动摄影？哦，没有。感谢你啊。哦，对。刚出来。哦，对。哦，戴安全帽认不出来。对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
好，那接下来的目标赛事是哪一场？那接下来有一场国道跟云林万金石，国道跟万金石都差一周啊，都是全马，对，都是全马。那有想说是重点是哪一场吗？还是说都拼拼看？先目标先放国道，哦，因为万金石跟国道是差一周，如果国道前面跑不好，就可能就直接放掉。哦，如果国道天气好，其实还蛮好上成绩的。对，主要是这样。天气不好就真的很惨。而且万金石的坡度就是有上有下。万金石其实也很看天气。对对对。不过两场都是在百捷榜上都是有人跑到的。对对，真的是很看运气。那膝带补给应该也是模拟比赛的状况哦。应该方面就是因为长那个带一个漏嘛。一下碳水，帮助恢复了。嗯，那个多久补一次？那个频率？大概也是10公里左右了。全马的话，基本上就7.5K 一包。那会特别穿不一样的裤子，比较多口袋之类的。哦，对啊，他就有特别去准备裤子，但口袋大一点。而老师还是比较习惯穿飘裤。飘裤对。他飘裤好像说女生版的口袋又比较少。穿男生版，哦，女生版的比较少，对啊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比较不好看嘛？我不晓得，我很好奇啊，奇怪，男女怎么会有拉口袋这种？嗯。不过女性的服饰好像就是比较简单，看起来比较简洁一点。男生的话，感觉可以装很多给戏呢。全就在海平面上了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大操场的概念。自行车绕圈赛其实也蛮适合的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应该没人敢在这边骑很快，因为感觉那个狗突然冲出来就很恐怖。那就很危险。那竹北有个深一园区啊，就是很多人在那边绕圈。哦，它刚好有一个弧度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一圈2.2吧。是，哎，要看内外圈哦，内车道对对对对。然后夏天在那边跑会很虐，这边夏天应该也蛮虐的。就对，热。嗯。哎，冬天在深一跑也很虐呢，冬天那跑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大。其实就跟这边差不多，就一个方向会很虐这样。有啊有啊有，他都没看到，但老板娘的时候他没有看。哎，你怎么偷听我讲话？很好听的音乐。你们有考虑全运会吗？之前有想过，但其实全运会也是遇到他上课的时间，应该可以请公假。如果因为是代表新竹市的话，是，只是就要看他们学校。他请公假也是要人代课那些啊。哦，比较麻烦一点。对，他要是几任导师就比较，嗯，要参加全运会的话，应该是马拉松哦。对，我觉得他跑10K 也是，嗯，是不错啊。5000公尺、10000公尺。对啊。那老师有参加过那个场地赛吗？就是除了试运以外。试运以外，其他没有哎。没有，考虑去创个场地赛的车。有想过啊，就是有想过，但就碍于一些比赛的时间。我总觉得大家现在这个时候去跑场地赛，应该是一个会跑出不错的成绩。五千大概十七分多啊。嗯。对，所以平均来讲，五千17分多很强，就很强。哎，应该有前30节吧。还有，而且就是以现
意来说都不到大概十位左右，最多大概十位吧。那二十公里差不多是78分左右。对，那这样半马可以跑81多。那老师是上半年有想要跑半马吗？去年是跑80分嘛，对，那时候练习状况跟现在比起来，现在比较好一点。哦，现在比较好。可是他现在有点步数有点大，嗯，现在他跑步都要看他会不会协调性太差。所以没有找运动的生理学那种人帮忙看一下，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代偿，还是就是你会自己看一下？我会帮我看，能够找到你问题症结点的不多，通常都会是说啊，你的臀肌没力，或者你的啊，你的髋歪了，臀歪了，然后导致你左右脚不平均类似的。对，其实说穿的最后都是练肌力啊，都是练臀肌。对，都是练哦，对。练3-4-3，哇，3-4-3哦。对，最后一个。所以今天平均是350的左右嘛？哇，355，嗯。对。因为前面比较慢。谢谢。是最后的均速是本来说的最后的加速的速度吗？不是，教练给他都是给那比较宽松一点，嗯，有可以进步的空间。对，这是教练很厉害的地方。对啊。我是心理压力比较小一点。对。对，压力。真的，不然他如果给他的标准高，我就会。很紧张，那风真的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最后在逆风中结束哦。对。如果再把那个顺风段跑完，可能就平均354。没关系，这样已经很棒了，对吧？因为真的很冷，好像比台北马还要冷。对啊，所以一个体感5度。对啊，应该骑车应该会更明显那个风。手是蛮冰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在新竹的练习就是。哦，老师这么猛，今天都不用戴手，现在不用戴手套，不用穿外套。没有，是因为我怕私交有没有？哦哦哦。对，但跑起来热了就还好了，就会就习惯了。